是呢，我们就是用一个函数，这个函数叫 fax，这个 fax 就是有点是修正这个函，就是取得之后，因为我们取得也有可能是小数点呐、啊，所以 fax 之后的话呢，它会把它更正为一个整数。那这个函数的话，其实跟 int 有点类似，我们上个礼拜是用 int，那实际上哈、哦，用 fax 也可以啊、哦、，fax，fix 哈、哦、，fix，那这里面的话呢哈。后面的话就是，rand 函数刮胡，那当然这个地方后面呢加的方式哈、哦，就是从42个号码里面呢去减掉啊、哦，减掉 i，那这个 i 的话呢，第一个就零，第一次因为这个42的话，意思就是说呢是小于42，也就是说呢哈，它会取得的号码是。0到41啊，零到41，那减掉零，减掉零，